你哋有錢啦，你哋而家，做咩唔早啲同我哋講啊？我哋唔會歧視你噶喎。有錢唔係罪嚟噶嘛。多謝你哋一直都咁包容我啊，同埋仁哥你都幫咗我好多。唔使客氣。大哥你班 Iron Man 啊。我都有幫手，咁我咪mini Hulk。Boss， 男男想復職啊 ？No way。 Why not 啊？因為佢經常我哋嘅 client 啊！藍藍圖集團老闆即係藍藍嘅爹哋藍天咧，就正式委託我哋成為佢經理人。我哋要喺3個月之內咧，將阿藍藍變成為射雕英雄網嘅一級女神啊！睇清楚，佢唔高唔矮，唔肥唔瘦，唔靚唔醜。 佢呢一切旺角通街都有，毫无辨识度，点捧啊？佢边一个 point 可以令佢成为女神啊？红一定靓，靓未必会红。黄祖蓝够矮啦，一样咁红，仲有高拎啊！嗰阵都冇人睇好佢哋噶，明知会撞衫，点解仲要送死？明知做法，即刻炒咗唐人，再同个客道歉，完事。All right，all right。 我認為大家都唔好咁低層次先啊！嗱，我接呢個 job 咧，就唔係為咗保住阿唐人，我只想俾我哋 client 知道，我哋天瑞咧已經有本事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啊！喐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嗱，呢啲咧就係公關界最頂級嘅專業態度嘅 bravo。説話非常動聽，結果都係用人為親，包庇下屬。你連邊個幫你，邊個累你都未分到。 大家憑咩相信你係專業啊 ？What？ 我唔專業，我專唔專業唔係由你哋決定嘅。做咩啊？你當你遮包青天啊？嚇，話係啊係啊，由黑塊面先講啦。哎呀，唔好同佢哋嘥氣啦，show啲call俾佢哋睇，唔好等呢班人牙斬斬啊！咩？有人拖緊你後腳啊？咩啊？爆陰毒啊？想嚟間我同咩笑啊？有必要咩？我預咗幫你善後，我提醒你哋一句。 如果我真系出手嘅话，你哋全部人根本冇存在价值。我都提醒你一句，仲有你班花生友啊！我唐人生不累人，死不累街坊。如果我捧唔捧蓝蓝嘅话，我唐人引咎辞职啊 ！Who cares？ 星期一至5晚睇《爱美丽狂想曲》。 喂啊！集集都有奖咁开心，就系咁开心，只要留意每集剧情，去 TVB Facebook 答问题。如果答啱咗，又被抽中嘅话咧，就会有机会得到丰富嘅奖品。唔系狂想啊，真系集集都有奖噶，记得晚晚睇，晚晚玩。爱情系会令到聪明变愚昧，冷静变冲动，豁达变小气，醒目变盲。黐线啊你！你咪中咗降啊？值得咩？值得啊！ Falling in love.